我是辣妹。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对，没错。还有阿内米汤。阿内米汤。是在乐华夜市买的，摊子的名字就叫做贱人鸡蛋糕，所以它有贱人矫情。还有一个极度给白。极度给白。它念起来好可爱。还不错吃。极度给白的开始要穿搭了。好，我现在身上就是其中一件新衣服，针织，但是我觉得它是比那种一般看到这种针织还密度还更高一点，它有两层的那个蕾丝，黑白。因为我自己肩膀比较小，所以我喜欢就是这边是有白色的东西，才不会看起来整个太小手的感觉。肩膀比较宽的人，我就觉得很适合，就是这边是黑色的，它后面就是正常。实搭实穿，蛮漂亮，然后又有特色，谢谢你。这是有点低调金的那种感觉，那种金属色的百褶裙，轻薄但是是有保暖到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属于会很透风的那种。你知道妈妈裙子美吗？美。我很中意这件大衣，它是那种质感非常好的格纹在上面，带一点休闲运动风。它是薄的那种，它有点像那种羊毛材质，不是说到那种寒流的天气的话，那这种时候就是可以穿这一种，还蛮轻薄，但是就是又有暖的感觉。一直到春天，这件外套都还非常的好用，米白色系的，就是很有气质的那种颜色。这个格纹加上这个有没有学院风的那种感觉，瞬间减灵感。这双小白鞋它是有内增高，我觉得应该有 3.5 公分左右，里面还蛮软的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件的里面呢，比较适合寒流来时候的羔羊的那种材质，就是会暖，然后又不太会有透风感，所以它有两层，就是这件是比较保暖一点的。你们帽子超大，很赞啊，这个你脸整个会 变超小，然后不畏风雨，有没有？当然下大雨的时候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这个拉链式的，然后它还有那个扣子，可以把它扣起来，就不会透风。它是粉的，非常耐看的那一种。这件外套很挺，它不太会皱的那种，然后它又不会很厚重，真的还蛮好看的哦。是腰看起来比较有没有细一点。高领的上衣搭在里面，或者是搭在外套里面。这个我有黑跟白，这架这个可以买，因为很舒服。这个呢，因为它没有到这么的紧，所以这种我会选这个，一件很舒服的高领上衣。这也是那个这一家的长靴。好了，香香的脚无敌长，超级长。我的脚本来就很长的呀。真的哦。我这个脱下来，我脚还是长长的呀。对，我知道你脚很长。好，我现在来配这件大衣，它就类似斗篷式，但其实它是有袖子可以穿起来的，所以就觉得这件算是就是比较实穿的斗篷式外套。那口袋的话呢，我觉得也算是大的，它里面呢是不透风的。如果说你是要寒流来穿的话，那你里面可能就真的要穿比较厚，就是可能要加个套筒，然后里面再加个保暖衣。这个毛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它可以扣到这样整个包起来，然后让你的脖子接触这个毛，是有点雪花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袖子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就是一件还蛮好搭的棕色系，后面也还蛮可爱的。好，这个裤子刷色还蛮美的，它的裤子整个是松紧。我的那个腿啊就是稍微比较细一点，但是我的臀围又比较大，大概36左右。牛仔裤都超难选，不然其实我也还蛮喜欢穿牛仔裤的。它这边整个是那个松紧带，那个弹性非常好，然后可以整个扣起来之外，把你的肉稍微收起来一点。我不觉得是那种很挺那种，但是它就是有把那个臀的那个肉真的是有包覆的，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总之前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件是黑色，刚刚我就是有黑色跟白色嘛，搭比较宽松的短版毛衣也可以。鲜黄跟鹅黄中间的那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美的。长靴 OK， 这样子帅吗？搭这个长靴上去我觉得整体还蛮不错的，这样子搭外套的感觉也非常好看。
很随性，但是又还蛮有型的感觉。好，可以换下一套，有没有？搭这个斗篷外套也超好看的啊！随性搭个黑包包就很好看。就算你搭暗色跟就是那种有亮色这样在一起也超好看的，就是 S 到 L 的女生穿都可以。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可以这样子，稍有弹性的那种感觉，往下拉，拉到旁边，这些不同风格的感觉。就是这样，这件牛仔裤它真的显瘦，有把你的肉整个就是那种包起来的感觉，就是也可以搭小白鞋，就很轻松的感觉，就是这样很轻松的出门。每一次逛街都一定会看的就是洋装，好，这件洋装有没有？就是我的衣服啊，很休闲，但是又还蛮好看，然后有气质、有质感那种东西，然后头发就一直有没有分叉。它的袖子我觉得非常可爱，因为它是我肩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件就是一样也是 S 到 L 都可以穿，这种纹路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跟人家不太一样，荷叶的那种立体感在这边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它的下摆也非常可爱，它是夹两件，它不可以拆掉的。它的花我觉得还蛮美的，我觉得很多场合都可以穿的感觉，就是这种衣服就是这个样子。转一下，好，斗篷我觉得就是可爱的感觉，轻手感，但是又很有青春气息的感觉。再来呢，这件我刚刚没有穿过，它是那种雪花粉，然后我觉得它稍微带有一点点米跟灰的感觉，所以它是很耐看。帽子它是这种纹路，所以就会觉得其实是有变化的。它目前还蛮舒服的诶，如果我现在去念大学，我就会穿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口袋好插度来说，它是第一名，是有这个。所以在这边就很可爱，很像帽 T 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帽子来，很大加分，我好青春洋溢哦。好了，我 gay bye 喽。它披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子，非常的喜欢。我觉得这边稍微有点宽大起来，我就是觉得这样整体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可爱的，这样子的感觉也很可爱。我、哦、好可爱哦，我自己觉得。那、啊、另外一件呢，它是稍微再长一点点，穿给你们看，会稍微看到一点蕾丝的感觉，就稍微再就是多一点，成熟稳重，就是这两件都很好看。最后一件这个洋装，它有三个颜色，梦幻的灰色很难找，所以就是我想要这个灰色。有口袋有加分，好，蛮可爱的，适中大。蛮有分量的感觉，拍照的时候极度 gay bye， 它是可以拆掉的。我不要脱掉毛毛，毛毛我就喜欢毛毛啊，唔烫哦。我脚前好想揍一下。这是有内刷毛的，它有点前短后长，一点点差距而已。怕会显胖的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个就是落到这边才开始有，非常可爱，还蛮好看的。毕竟这件袖子是比较大的，这件就不会那种很受限的感觉。就是这件搭外套是还蛮好看的，因为哎，你脸好像变小了哎，嗯，我脸本来就很小啊，矫情的，很有时髦感，又可以装可爱，脸变小的一件洋装，买咯。小白鞋穿起来腿会变长，脚踝会看起来比较细。其实我这套好像也可以搭长靴，让你腿无缘故就变很长的，跟大概五六公分左右的长靴。我觉得我非常的迷人。好了，长靴非常的好看，到这边说拜拜咯，不可以来打我哦，嗯，打哦。